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这期我们又见面了。现在就谈到种草莓这块儿啊，咱们很多朋友咨询的就是现在这个泡膜什么时候开始上啊？那么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。那么这个膨膜啊，到底什么时间上啊比较合适呢？草莓呢，实际上它是耐低温，不喜欢高温这么一种作物。所以说呀，咱们在上膨膜之前，我们必须要考虑温度的一个情况啊。基本上啊，咱们北方地区啊。得在这个10月中下旬，咱们的这个夜晚最低温度啊，基本上就是降到6度到8度啊这个区间的，然后咱们再开始扣膨膜，扣膨膜以后啊，夜晚这个温度啊，基本上给它保持在就是8度到12度之间。如果说啊，晚上这个温度啊超过了13度，它这个花叶风化呀，就风化不好。很容易出现一些小果啊，或者是畸形果，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。白天这个温度啊，咱们就要给它控制到20度到28度，就这个区间啊就可以了。这是咱们要掌握这个扣膜这个时间啊。